这个蒸南瓜怎么卖的？10分，这5分，这里面有糖，这里面没有糖，这个也是10分，这两个里面只有蛋香。可以尝一尝是吧？就是有糖和没糖，这都是蒸的是吧？对，蒸。蒸多长时间？1个小时。对，给我来这个10块的，再给我来一块甜的，5块的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没糖是一样钱，只是分大小而已。这个就是蒸南瓜，即将有那个贵族南瓜。贝贝南瓜，这个就是新疆的那种大的贵族南瓜，很贵很贵的。啊，没糖的，就是蒸的已经沙沙的，入口就是那种绵绵的，口感很好。这本地的南瓜里边没有一点点筋络，这个口感很好。来，再来块这个他加糖蒸的。哇，这个吃到一口就有幸福感，甜蜜蜜的感觉。它的整个南瓜的品质在嘴里是那种入口化沙，一点不渣。新疆南瓜真的好。